号马匹准备妥当第十场赛事，二班次四准备随时起步，准备好晒噶啦。而一开闸嘅时候咧，咁啊前面快啲嘅马见到内栏财运中间咧就系呢个帝豪进区啊，光辉出击亦都喺中档位置啊，咁啊仲有呢个 collection 啊，响外边飞跃之区啦，咁啊内栏位置咧仲见到坚旺财噶，中间风之子外边奇巴同埋呢只红旗勇将啊，再数翻入嚟咧仲见到圣霸神驹同埋咧内栏加罗噶，尾三金丝威将尾二街同暂时包尾咧就系嗰只劲有福嚟噶，开始转呢个香港太远湾咁滞啦，前面带头嘅马有光辉出击同埋呢只帝豪进区噶。跟住內欄第三位咧就係呢個財運嘅，再外邊第四咧就係呢個 collection 啊，後邊第五位有堅旺財啦，出邊飛躍之區啦，再後邊嘅馬就係呢個風之子加羅，出邊奇巴，後邊就係呢個聖霸神驅紅旗勇將啊，尾三勁有福，尾二街同暫時包尾咧就係嗰只金絲威將嚟噶。轉緊彎嘅時候咧，差唔多入直路啦，前面光輝出擊佔先咗半個身位，首先入嚟噶，帝豪進區第二位啊，內欄第三仲有財運啊，中檔有 collection 啊，出邊踩油路啊，拍保嘅就紅旗勇將追緊啊，再喺入邊揾米上嚟，堅旺財中間加羅啊，再後啲先奇巴，最後二巴啦，前面光輝出擊佔先啊，中間紅旗勇將從唔斬車上緊嚟，涉內欄仲有財運啊，再後邊仲有堅旺財，最後一巴紅旗勇將出咗嚟，但係埋邊 collection 逐步上緊嚟，再入邊仲有堅旺財接近終點啦，紅旗勇將到唔到啊？埋邊堅旺財逐步上，接近終點，紅旗勇將贏啊！第二名堅旺財，第三咧有呢只 collection 啊！其實都好接近嘅，紅旗勇將就一路佔先，但係埋邊呢只堅旺財都逐步蠶食上嚟，終點前一步，紅旗勇將到啊！好啦，紅旗勇將到啊！緊緊啊呢度。三九大熱 Q 嚟，堅旺財就跑第二啦，係啦，第三咪 collection 咯，呢幾隻馬都係逼劫噶啦，第四咧就係呢只風之子，三九八六啊！哇！金絲威將尾二啊，冇喺開邊一滴都冇得衝。咦？搞唔翻喎！四倍大熱門，阿摩啊，繼續熱門保衞者啦。尾兩場賽事成功啊，幫啲熱門客就贏翻啦。咦？人民論贏喎，係嘛？係啊，人民論。個立機又冇啊！位置 Q 嘅派彩，三搭九派四十蚊正，三搭八派一百三十五个半，八搭九派一百二十三蚊，四连环派四千三百蚊。红旗勇将，阿宝话你唔听话，呕到你听话。啊，之前同佢讲话耶稣得嘅，原来呢招。哼下佢啊，见到佢搵啲边系。以后咧，当佢只马跑嘅时候咧，我哋都叫个 cameraman 尽量叫个导演啊影住佢先。睇你骑师有冇同佢讲嘢？骑师王嘅预计赛果十号嘅杨明伦二十八分封王，三十几倍喎，今晚最早嘅时候。跟住头先开赛前落嚟廿五倍啦。堅旺財就預咗佢今日二檔係喺呢啲位噶啦，即係唔會嫌佢太前嘅，佢預計到咯，但係就直路上一路都逼逼劫劫，逼逼劫劫。嗯。逼逼劫劫就都預咗噶啦。阿马就同佢讲啦，我冇令你失望啊！阿伯保影头马上都费鬼事坐上去，好麻烦啊你小朋友，呢只马。其实只有人虾马嘅啫，好少马虾人。但是真的會有的，嗬，都唔到你唔服啊！馬都有啲聰明啲嘅，好聰明嘅真係。一起步，十二檔，梗係要跑得好嘅，要 drop 噶啦，係咪啊？一 drop 真係可以得噶，雖然嗰只馬咧上角頭咧上搶，嗱一路撳撳撳撳。
即係佢功夫就係冇得講啊！八步國歌真係，咁啊睇下前面啦。光輝出擊帝豪進區嘅光輝出擊係咪咁樣跑啊？都可以 hold 翻多少少。多方面試下又冇得講嘅，好難挑剔係啊嚇。飛躍之區喺開面，哇！臨尾得十七倍，原來呢只馬。飛躍啊？之區啊？財運呢個位置都啱嘅。財運 collection 同埋堅旺財都冇問題噶啦。咁究竟係帝豪進區先過終點，定飛躍之區咧？睇下兩隻馬都落飛，兩隻馬都係十七倍。咁啊，去到大概200米度啦，200內啦，呢個堅旺財就唔知係咪唔係好夠位啦。因為我哋睇下究竟係咪一個三文治啊？喺內欄紅帽仔黃衫紫紫地就啊，呢度見到帝豪進區 collection 都有個位喎、啊有喎、啊，咁咪上啦、啊，得上緊啦、啊，好啦，上緊你咪三門咯 ，check 一 check 啦 ，collection 再抽翻出去，哇 ，collection 左完入面左出面想點啊？阿蘇迪紅，哦，係左咗嗰度少少，係咯，佢夾咗兩邊人啲馬喎，嗰只風之自由俾佢挨咗啊，差唔多啫喎，好似係。